所以我觉得 很敬佩他们，给他们一个爱心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往下唱了。但是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男女对唱，这是1995年魔岩唱片发行的一张现场录音的专辑。以前的年代就是出现场录音也还算是蛮特别的。那这个歌手呢，大家前阵子也看过他跟五月天合体，这个歌手就叫做伍佰。对，听说伍佰演唱会一定要带一个东西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猜一下，伍佰表演一定要带的东西是？不是吉他。电风扇，很专业，没有错。听说他去美国买了一台电风扇，然后他每次表演一定要带那台电风扇，这样才可以看起来很飘飘。对，但我们今天在中正纪念堂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感觉。对，我觉得我的刘海都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嗨。这首歌叫做《爱情韩西坡》，它是一首对唱，可是我只有一个人，所以如果你们会唱，你们就要帮忙唱，好不好？一开始是女生先，不要抢我的，女生就唱女生的，男生唱男生的，好吗？好好，那要来咯。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，想了几暝，卡想嘛歹势，看着你我着完全袂讲话，只好偷咧咧。男生，卡想嘛你一个，心情亲像春天的风咧吹。写着一张爱情韩西坡，一起唱。陪作者的婉转来表达我意爱，你的温柔，你的可爱，你的美丽，你的风采，让我坠落你无边的情海。对你讲出心内话，讲我每日卡想嘛你一个，心情亲像春天的风在吹，只好写着一张爱情的韩西坡。陪作者的婉转来表达我意爱，你的温柔，你的可爱，你的美丽，你的风采。表达我意爱，你的温柔，你的可爱，你的美丽，你的风采，让我坠入你无边的情海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又是 solo。表达我意爱，你的温柔，你的可爱，你的美丽，你的风采，让我坠入你无边的情海。最后一次，陪作者的婉转来表达我意爱，你的温柔，你的可爱，你的美丽，你的风采，让我坠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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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